专栏古今传统中国书画名家，九楷书鼻祖钟繇。钟繇151年到230年，字元长，颍川长社（今河南许昌）人，三国时期曹魏昭明书法家、政治家。早年相貌不凡，聪慧过人，历任尚书郎、黄门侍郎等职，驻汉献帝东归有功，封东武亭侯，后被曹操委以重任魏司隶校尉，镇守关中功勋卓立功迁，前军师，魏国建立，任大理右生魏相国曹丕称帝。魏廷尉晋封崇高乡侯，后迁太尉，转封平阳乡侯，羽化新、王朗并为三公。明帝继位迁太傅，晋封定陵侯。太和4年230年卒，史曰成正始4年243年配享曹操廷庙。钟繇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，是楷书小楷的创始人，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。钟繇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，王羲之等后世书法家都曾经潜心钻研学习钟繇书法。